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。喜欢日本动漫的玩家们注意喽！现在要跟大家介绍一款有着纯纯日系动漫风格的手游《式神召唤》。哇，看着这影片的片头，相信大家都感受到它的威力了吧？话不多说，赶快看看游戏介绍吧。由惊奇科技推出的日系动漫手游《式神召唤》是款主打动漫式剧情玩法的手游，并请来日本知名画师团队主导，以纯正日本漫画风格打造，并有丁公理惠、内田真理、佐藤利奈等日本人气声优为角色配音，兼顾人物设计与配音剧情，让玩家玩起来有着满满的动漫体验。游戏中目前共有500种个性鲜明的角色，各有不同的技能与特色，式神们可以透过编排组合让队伍发挥出强大的战力。在玩法上，式神召唤采用全即时的战斗操控，玩家可在战斗进行时透过滑动或连点来释放角色技能。式神召唤目前已在 Android 平台免费推出，官方也同时举办多项好礼优惠活动，有兴趣的玩家们赶快趁现在去下载体验看看咯。